长，我们需要去找那个吗？局长调职，叫他来帮忙。那个局长要开直升机载我过去啊。局长会开吗？我有上过课啊。我也不知道啊，他现在带我上警局屋顶了。你要不要再等我一下？你等我，我跟他讲。我要被送到山底下了，救命！小心肝。好，我看到了。不好意思哎、欸。因为现在我们出去救的医护三个已经死。我帮你提到前面。为什么？没有死啊，是已经重伤摔下山谷啊。摔山谷。对，所以我们刚刚很紧急。不好意思、欸、不会，你是小五哦，小雨哦，对，哦好，抱歉啊，因为你跟我回去吧。我在那个警局屋顶，不是警局门口。他们屋顶要怎么去？哇、哦，安安全带哦。系了。或是那个其实是我的位置比较奇怪，我开始往下滚了。我们现在有三个医护滚下山，所以刚刚其实在想说要先救你们，还是先救我们医护，但我觉得先救你们比较重要。人嘞？谁？小雨嘞？人嘞？不意外。哇！你不是说你有戏？我刚刚从车上直接掉下去哎、欸！有戏也是一样吗？有戏啊！可以，要你的车上锁。啊！哇！还好后面有跟人哎、欸，不好意思哎、欸。你骑前面一点吧，因为等一下可能会很多车。没有，刚刚我本来以为我可以关台，不是关台，就是可以休息了，就突然发生他们山谷一堆坠毁，不是坠毁啦，我工厂。哎，我的脚，你在干嘛？我不好意思，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想玩一下。怎么突然在玩轮椅？我要找哪一张床躺？看你喜欢哪一张、啊。我坐，我脚在痛。那个医药费跟那个多多他们拿，他们这样装到我。好。我找医护人员坠毁啊，三个，我刚就是准备要去看戏，然后我要下班了，结果，那等一下可能医院会很吵啊，如果你没关系。好。我刚好想睡觉，我就在医院睡个觉吧。好，可以下来了。还是你喜欢在轮椅上？没有，我上床了。哎、欸，那你知道我的那个经纪人现在怎么样吗？刚刚医护无线电，你说习德吗？对啊，我经纪人啊。哦、医护无线电啊，等我一下哦。好，那到底怎么了、啊？就是他刚刚准备抢救到的时候，他跳楼了。啊，他还是跳了。对啊，刚刚我们院长跟
一位女医师跟上去，然后直升机坠毁了。啊？那你要不要去救他们啊？你怎么还在这？医护不是没人了？在救你呀、啊，医护还有啊，还有人是开车过去的啦。啊，开车的还活着吗？有两个活的。啊，那就好，那就好。对对对，晚安晚安晚安。好啦，那我等一下跟他们拿，你先躺一下。对啊，我眯一下啊，睡觉。好好好。我的那个阿明还活着吗？ 我经纪人还活着吗？目前不知道啊，无线电已经没有人在讲了。哦，好吧。我很担心，所以我等一下应该赶过去了。我也很担心啊，真的酒店没人要倒了。好好，你先躺一下。好，我睡一下。大家好。没有，我跟你讲，反正今天晚上的剧情应该是要有那个抢劫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是闹自杀，我也不知道，晚点要去补其他的线。谢啦。怎么有找到吗？你现在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事情呢？怎么找不太到人呢、啊？车库那边都空的、欸。喂，嘿，什么了？现在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事情啊？怎么车库那边都空的？目前听到是习德坠崖自杀，然后我们医护有三名，就是抢救的时候不小心摔落。我说我现在要过去了。哦，你去。哇。其实不知道总共十几个啦。哦，我靠！我再撞下去会。GTA 5跟 RP 可以啊，他就是要用 GTA 5来连线啊。你没有 GTA 5，你要怎么连线？跟麦块一样啊，这个只是伺服器，但是你需要麦块来玩。没有，本来以为我不开台啊，我想说可能会有人需要看到这边的画面，我就开了。因为他们刚刚不是有说直升机上面要有人跟着过去，我想说那就是先让就是有开台的过去。哦，干这。这个车真的很快，可是还要找时间驾驭。你看我现在其实甩的有点抖，拽的有点抖。那再撞下去，我可能应该要买修车包、啊。有看到前面那个山，好像就是在那边。好，现在要去 GPS 的位置。喂？喂，学弟，是。院长，我们到了。学弟，那个就是我们到最高的缆车地方。病人刚已经送回去了，就麻烦你们待命一下。病人已经有人在吗？套套。好好好，我跟那个李学弟说。交给你们。我罚取 PS 啦，我罚取 PS 啦。你罚取 PS 好，我看。小布跟我来。套套，你。我等一下去上帝帮我发 GPS。好好。
本来只是以为我可以安安稳稳的过完这一天，没有啊，在稍早以前我被推销了一波酒，10000块的酒。我医护类似上帝模式，对不起，我现在不能看聊天室哦，抱歉抱歉，不然我身上没有，好像只剩一个修车包吧。没有，就其实我有时候没开台，我会看。快走，啊，快走！就是我会，就是其实我会看其他人的台，然后但是我不会影响到哟，我不会去，完蛋了，不行，这边路太滑了，这边路太滑了，院长，我脚扭伤了，院长。哦，我看一下。哎，你也找你不找？啊？学长，我应该在你附近。医院有人啊，欸，每次医院都是突然没事，然后就突然蹦出，平时没事突然蹦出一大堆事。那边石头也太多了吧！我粘几次口香糖啊？哦，对，我换车了，因为其实我很早以前就可以换车，只是最近院长一直没有空。什么鬼地方啊！欸，搞不好我要摔死了，欸。吉吉，晚安晚安。哇，惨了，惨了，撑住，撑住，学长。这个讲话吗？学长，没事啦。下雨。这怎么救？那这边怎么救？
住啊，撑住啊！我滑下去了，但我没事。好滑哦，上不去啊！完蛋了！白痴！哦，左车卡那边会摔啊，等一下，咦，到了，完了，哎、欸，不行，我觉得这一段太好笑了。上面有东西，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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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救我们院长，不要阻止我，我想救人。啊！呀，台这边真的是很好笑哎、欸，上不去了啊！进一步退上步，不行！我想说，至少让我碰到门把，有没有？抓着门把走，就现在！是不是？有听到声音吗？哎、欸，学长，你可以载我吗？学长，哎、欸，学长，你可以载我吗？我是要找尸体啊，没看到哎、欸，哎、欸，哇，惨了，哦，没事没事没事。正在开车，我，因为这边很滑，往下还往上啊？停了。好，这边要上去肯定不行了，我们还是下往下吧。好啊，你要上车一起滚下去吗？哎、欸，我现在在车山下那边还有人吗？现在等一下，我要救依依啊，我先等他传方位给我。好。哎、欸，我看到车了、欸，我看到车了。等一下，我看到车了。他们直升机不要下去，小光要下去救你们。你有点吗？哎、欸，直升机不能下去，很危险哦。你们在附近的讲一下。现在还有谁没救到啊？依依跟院长吗？齐德有救到吗？啊，不管了，我现在要找到依依。等一下，没关系。我先等他给我方位。我懂。哎呀！
喂，你在哪里？你没事吧？你慢慢说，你告诉我你在哪里就好。你的位置在哪里？你现在安全吗？感谢发喽。在山顶吗？快，要赶快睡哦，上课。好，我知道了。你很严重吗？好，你先不要讲话了，我们等下医院见，你先休息一下。好，所以你开得下去吗？可以滚下去啦。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上去了，就下去。对啊，我们先回医院。等下捏一下口香糖。没关系，没关系。哎，怎么一台车？啊靠！哇哇哇！粘一下，粘一下。大鼻啊！上不去啦，院长！你他娘的在干啥子嘞？我已经给他掉了两个氧气面罩了，他快要撑不住了。你他娘是不是智障啊？会不会开车啊？不是啊。你刚是不是？你们能再飙一次 GPS 吗？我就往下滑，院长再往上爬，就被骂了。是说受困的吗？对，受困的。我们先到最底下，我们再上去好了。对啊。阿坤，你的车在我这啊，我没事啊，但我有点……哎、欸，我看到车了、欸，哎，然后那个白色的车是谁啊？他在讲我们吗？他們没关系，我先送你下去。好好好。你等一下，我们有办法绕一圈再上去吗？我这太没办法了。我有修车包。那你开要不要？好。你这台借你啦，啊，我去跟市民借啦，不然这台只能坐一个人。好，好好好。小五，你可以标一下山顶的、欸、山顶的位置给我吗？我现在没有在山顶哎、欸。现在在山顶。我现在在想要怎么上去。我跟依依在旁边的路上。有没有需要救援的、啊？依依在你那边吗？不能飙哎、欸，完了，我不能飙。但可是我现在小光在救我下山，现在应该是大家都就没有受伤的了，都已经没有受伤了是吗？对，只有受困的。伤者都送出去了。阿院长嘞？我等会回去。现在上面还有伤患吗？习德、我看到两台车，一个。习德有在救出来了吗？现在还有谁受困的？他要找阿花学姐。我现在回到山路上了，套套你在哪？在。我现在在山顶跟小心肝一起。那你们不能飙 GPS 是吗？小心肝，你载我好了。我不能飙，我这边是跟那个依依还有阿花在一起。我才刚摔完而已，你载我。所以阿坤跟依依和阿花在一起，然后。小心肝在一起，还有五个人。我靠，那个……我也到了，我也到了，我到了阿浩旁边了。到医院了吗？我们先回医院好了。所以现在可以回医院是吗？我们先回医院。你这个只能载两个人而已啊，你就先载我回去吧。我刚刚也摔到了。哇，没事，不好意思。没事，没事，没事。我见过大场面了，没事。
上面那条，后面后面后面。喂，摔伤还不是摔伤啊？那个阿命是摔很严重的那一种啊。对啊，我听不懂。哎呀，校光啊，随便。小心跟着，载我回医院。我靠！你还在山上吗？你被困在哪里？你有办法标 GPS 吗？坏掉了，对不对？你旁边有没有人？我不管，我要去找你。车要接你吗？谁经过？阿花吗？等一下，啊，学姐，哎、欸，怎么了？依的位置在哪里？依不是跟阿坤学？刚依打给我，他说他还困在山上，他在山上。那有 GPS 吗？他说他的 GPS 坏了，啊，所以阿焕知道在哪里吗？他在那个。最高的下来一点点的坡上，我刚好看到他。我想可是我在等小光赶回去医院。最高下，我在山晃了。我已经下山，帮我上去看一下。可是我这台车。院长吗？好，我知道了。你没事就好。你还回去吗？好。我们等下医院再说，你先休息。啊，他帮你在人在哪里？没事，我跟新干线。回医院，那个院长已经载到医院了。哦，院长在医院。心肝真的很帮忙啊。不会啊，当然是帮你啊。我不知道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哎、欸。刚刚也是一大堆人连续出事啊。那个地方很邪门啊，真的。先是阿明，再来是院长。好，你先睡一下，待会再浪下来。好。我要让他睡一下，是因为我怕他看到我的车技，他会吓到。到了，到了，到了。
你来扶一下学长啊。老乡吗？我可能需要轮椅。啊，不是啊。市民需要轮椅哦。你们知道老乡跟阿华在哪里吗？在路上了，要回来了。啊、这什么意思？再来一次，再重来一次，重来一次。这样，这边先下来一下。嘿，你在哪里啊？你过来点，过来点。都出事了。嗨，你说什么？啊，你们怎么都出事了？救人啊！啊，阿明在里面，他好像快不行了、欸。对啊，所以我们现在还有几个人要进来啊。好，我先进去。在手术室吗？还是在病床？那个病床，他好像快不行了。小心看，小心看。哎、欸，好。阿华呢？阿华人呢？阿花跟院长还在路上、哦、好好好回来路上这个吗对这一位那是是不是重度昏迷啦我看一下他掉了两个氧气罩也打了镇定剂了还有止痛药都给他了他感觉讲话有点喘不过气来、欸、他感觉不太好、嗯、你好像不是那我要倒退了。还有还听到声音吗？套套，阿明叫你套套。好好，你先不要出力哦，保持呼吸，保持意识哦。摔伤，躺好，不要再爬了。还在一，我以为他是一。等一下哦。那个西德找你，你还走得动吗？要抱你吗？那个套套来了，套套他来了，好的，阿明呢？阿明，你到底在想什么？我累了，哎、欸，累了，一，你到底在累什么？有什么事你为什么不找我？我很累，可以找我啊。没事的，你好好活着。你平时都听我的，你到底在想什么？啊，你先烫隔壁啊，阿明。阿明，你们要讲？小雨在吗？你要起来动一动，不然会被冲走。哦，我还在，我睡觉。没关系，你再继续睡，你继续睡。我只是怕你被冲走。让你耍个意思。刚脚，阿明，你干嘛？怎么想不开？学弟啊，可以帮我拉个轮椅过来吗？好辛苦啊！你们是每个人都受伤了。对啊，你们干啥子去了？对啊，你们阿明。掉！哎，救命啊！我的脚啊，有缺了。哎，阿花呢？怎么这么忙？好忙啊！好，我可以看你们。也不能说入戏，这游戏是怎么玩的？就是你要扮演好你里面的角色，你是医院的人，你就是要是医院的人。所以刚刚发生的就是，来，我们医护局院先把老乡救起来啊！好好好。累什么？兄弟之间 有话不能说吗？我也很累啊。我的左脚，啊！等一下，院长，然后你看我手按的地方有没有？那边一直在流血啊。
我刚差点被直升机桨一削倒了，少一块肉啊！先麻醉一下。阿明、啊，我们今天才刚把所有污秽都揭开。啊好，啊好多好多。小欧，学弟安住院长，让他止血，我要包扎。还笑啦！应该大家都还笑吧？好啦，我还在吗？然后大家都还笑了。对啊，反正是真的都在推剧情啊。还笑啦，还笑啦。没有，一开始还好好的，然后是到那个抢救的瞬间，第一批就是人家跳下去之后死了一个，然后再就是院长跟阿花那个飞机失事死掉，然后涛涛是为了想去救他们，然后也摔下去死掉。啊对，最后就是我刚刚不是说医护很为难吗？因为院长他们那边很紧急，但是附近又接到一笔，就是刚刚小雨他出车祸被撞到，所以刚刚就是要先救谁，对吧、啊？我想说那边已经有两个人过去了，我就先去救小雨那边的，然后救完之后就交给学弟，然后再跟上去这样子。然后角色扮演就是你常常会有很多突发状况啊，也要很多人去带剧情啊。好啦，吃广告。对。好痛。感谢我塔兄弟，看你那个地方咋停啊？你叫我呀，就很慢，手指好痛，没事，止痛药先吃一下。因为现在我帮你穿好药了，现在有剧情啊！我看你怎么进来，大家都是血。信啊，问你左大腿啊，好，他皮开肉绽呢。学妹帮我止住大腿，压住他。好，我压好了，我绑绷带。好。阿明还在这哦，没有送手术哦。冷冻手术，躺在病床上，要不就是左轮椅啊，傻逼。阿明在哪里啊？啊，怎么连院长也这样？小哥，你受伤了、啊。我跟涛涛想救阿明啊。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跟涛涛想救阿明啊，就院长鞋子住了啦，但还是不要动啊，不然伤口会裂开啊。好。阿明现在状况怎样？给院长当滚蛋吗？你们先去管他们啊。学弟，可以帮我推一下吗？我看一下依依。那个，我现在带你去手术房。好。依。他。学长，你要补刀吗？我可以啊。我会当那个副手啊。好。过去欸，但学长我的手还没完全好啊，可能你要补刀。
没关系啊，你帮我弄其他东西就好。阿明撑住啊！阿明啊，今天难的敌方已经过了，明天开始就是我们的日子，你知道不？最困难的都过去了。爷爷，你在这边等一下，在这边看，我跟学长帮他动手术。不会啦，啊，随便讲一讲。稍等一下哦，马上照 X 光。相机。然后赶快开刀了，因为他肺部积水了，积血，不好意思，然后全身粉碎，那个多处骨折，所以那个你先戴上氧气罩哦。都在哪里？阿明要撑住啊！明天过后我们就要过好。学长，你有没有氧气罩？有，我给他戴了。你给他戴了吗？对对对对对。把氧气罩戴上去。好，现在开始麻醉了。好绑法。我现在划开他的胸口，把淤血纸那个划开。好了，这张手术刀给你。然后要你去帮我拿个血袋，要输血。好。他现在血流很多。爷爷，你知道什么血型吗？对。阿明应该是 B 型吧。B 型，好好，那我去那个。不然你拿 O 型也可以啊 ，O 型什么血都 O 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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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适用。阿明撑住哦。哎、欸，学长要拿多少？两袋，先拿两袋过来。阿明，我们要发大财。学长，这里给你。好，帮我擦个汗，现在眼睛快掉了。学长 ，O 型剩刚那两袋啊，如果他持续失血过多，可能不够啊，要捐血啦。要问问看外面有谁是 O 型血吗？那我先去问好了。好好好。啊。阿公，你是 O 型血吗？我不是啊，我是 B 型血、啊。好吧。这个阿花学姐好多了，她会来帮忙。好，不要让阿花过来啊！不行，你要救他，我们得找。哎，学弟，你过来帮我，帮我撑开他的胸口，我看不到里面的东西。哎，你们有没有人这边有没有 O 型血？我帮你撑开。哦，你是心肝是吗？我不让他放在那个手术台上吗？没有，因为刚刚那什么，刚刚打麻醉掉下去了。对，不好意思，现在太认真看他的伤口。所以他需要输血吗？哦，肯定要，这失血有点多。O 型血，那我去外面问哦。他是哪里？还是在场？内出血吗？还是他肺部积水？积水，伤到内部啦，然后那个肺部内出血，然后积到他的那个。那赶快排出那些血水啊！对啊，我刚刚它会积在里面。我刚戳开放血了。我 O 型。不行的，先去那个外面的那个抽血的那个地方去抽一点。小五不是有找经验啊？可是他现在就是畏血啊，怕血啊。那学对对对，学姐。怎么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要换手术刀。手术刀我给你，我给你。这个钝掉了。感谢感谢。这把我前天新买的。好。我再帮你拿一把。我现在脚不太方便。没关系没关系，你不要太。我可以帮你表面上的。好好好，帮你帮我处理一下那个他的右手跟右脚。好。他左手有开放性骨折。他的脚也有骨折了，感觉都要打石膏。这个对啊，这个以后要靠阿公。哎、欸，悟行起来了。好。好，那你先你解开了，刚才小不知道有没有伤到脊椎。我找不到他们。他如果不能动怎么办、啊？他会不会变成跟院长一样啊？不会啦，院长可以动啊，他一定可以的啦，他还很年轻。现在帮你抽血哦。哦。对啊，小孩子骨头长很快的、啊。对啊。帮你抽，嗯。我平常捐血，我都捐。O 型够不够啊？我 OK 的。我也是 O 型的。啊，那你等一下，那我先帮你。我先把它止血哦。好好好，啊，肺部的血抽好了，谢谢。啊，你去外面领个那个营养品，好不好？肺部的血水已经排除了，我现在要缝合了。我先走了，你可以先把它拉起来吗？好，稍等一下哦。他在梦，我听到他，不知道是心电感应吗？他跟我说想要海啸一下。身体可以吗？抽两袋哦。可以了。啊，好了，那你也去外面领个营养品，好不好？好。哎、欸，你们血现在要用吗？还是我先库存？先放在旁边，等一下准备做输血。不知道，我打给他们没有接。哇，哇塞！我们手术要边输边做、啊，不理人、啊，不然他失血过多，欸、很容易。先出去。我是 O 型，我要捐血。够了够了，先出去。不行不行，我要帮忙。出去。好。你刚刚捐的那几袋去验一下，有没有？一些性病或什么的啊，我先验一下，对，不然显微镜看一下，不然对啊，谁来闹事啊？阿公帮我把我人打在外面啊，不要闹事进来啊。阿明刚刚去海啸，等他一下。嗯，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除了好像有一两袋有熬夜，不过虽然比较品质没那么好，不过也能用啊。嗯，那个之后再用吧，逼不得已。他们好像就是熬夜。可能协议有点就是昏浊，我也海啸一下，我也怪怪的。摸一下，记得吃一下东西哦。那个阿明的，哎、欸，爷爷怎么把我们的医疗用品都撞倒了？哇，我看没事啊。没关系，没关系。不是，这个就是看你瞎掰的程度啊。你越会瞎掰，就是不是刀钝的，是那个你手术刀，你用久那个锋利锐利度会变低，所以要一直换刀。你懂意思吗？手术刀很锐利，但是就是怕你那个。阿明是海啸吗？是。对。而且好多人都。因为我刚刚有海啸过一次啊，阿明来了，阿明来了。那你要帮他麻醉吗？第二次麻醉，我怕药效过。阿公，阿公旁边一点。阿公危险哦。来，学姐，麻醉吧。需要带氧气筒吗？我觉得不知道用完了没，我给他好了。小五啊，怎么了？来，我帮他戴上了，我帮他戴上了。怎么了？学姐可以了。那现在开始动刀，动刀交给你来，我看到这血。没关系，没关系。手会抖。你帮他麻醉就好了，其他交给我。
你会麻醉吗？会啊，麻醉，我麻醉啦。要这样吗？确定没问题吗？哦，没事。我只有麻醉枪啊，可以吗？不行，电下去会醒，因为那个会对心脏造成负荷，不好意思。那开始吧。不是啊，我说的麻醉枪是这个啊。哦，好。好，应该也没有反应，可以。没打到啊。说。啊。哦。可以了。好的。好强化。可以。你帮我那个处理他的脚的骨折，因为刚刚花学姐只用到手而已，然后现在把胸口的那个伤口缝起来。好的。不知道我刚没事，当作没听到。确定已经把胸腔的积血都清出来了吗？嗯，清出来了。就刚刚他讲话，摔破的还是有外伤刺伤的？内出血。我刚刚被丢在山上啊！哇，你怎么没无线电？没讯号吗？没有，刚刚海啸啊，然后肺部破裂的地方，等一下要进行缝合止血。对，我正在用了。在山上遇到奇怪的分子，被绑架了。哎，我有看到哎。我们先处理这个，等一下再讲。现在什么情况？还要再观察一下肺部会不会积血。对，就是现在他肺部积血。还会的话要做引流。现在是肺部积血，然后排除，现在正在缝合。那其他是帮忙处理手。少量积血可以让他看能不能自行吸收，如果太多就要再做一次。他该不会是看姿势吧？那个家属右边，家属右边。阿明现在什么情况啊？阿公，还在？他动手术很久了吗？啊，一段时间了。其他外伤出血先交给小五你们，帮我止血一下。好的，没问题。我来处理。那小五帮我擦个汗。啊，对。怎么在地上做手术啊？啊，那边比较舒服吧？我不知道。欸，这需要比较多人。哎，患者失血过多，去拿个血包进行输血。先止血。有正在止血。输血准备。准备好了。在输血过程要顺便检查患者有没有奇怪的那个异常。要看一下心跳心电图哦。如果有什么异常，立即停止输血。没事吧？左边，肯定没事的。小五，帮我按住胸口，我要开始把那个缝起来了。好，没事就好。可以帮我照个光吗？我看不太到。那个上面那个光，帮我移过来一点。那个学长，不好意思，帮我照个光。啊，好，有了。可以再近一点。好了，我这边缝好了。好啊，目前输血状况稳定。嗯，心跳也没问题，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碍，呼吸也稳定。外伤处理完毕了吗？处理完毕了，应该可以进行缝合了。好，那就先缝合，有什么问题再做详细的检查。好了，都好了。那
患者看起来目前情况挺稳定的，还需要后续的观察，可能要先送入加护病房观察一下。进行最后的包扎。有轮椅吗？请问家属是哪一位？来，那个就是我跟阿公啊。那另外一位是哦，好好好。那阿坤还有什么？阿坤，你可以过来一下。好。那就是现在把飞机血都送到加护病房。对对对对。